这位观世音菩萨没有人不认识的，也都是很多人的本尊，很多人的本尊都是观世音菩萨。他跟娑婆世界的众生最是有缘，最有缘的一尊菩萨，也可以这样子讲，整个藏密西藏全部都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啊！他们一天到晚只有一个咒，最重要的大家念的Om Mani Padme Hum， 到处都可以看到 Om Mani Padme Hum 的咒语。有观世音菩萨跟众生最有缘，所度的众生也最多，那这个跟他没有缘的就不用出气这一尊是可以讲整个西藏就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到处都是 Om Mani Padme Hum， 我听说下个礼拜很冷，而且有可能下雪没有关系，你如果真的下大雪你就不用来，但是报名主体还是要我们法会可以不用办，但是你还是要主体希望呢在观世音菩萨保佑，让我们这个下个礼拜的护摩还是如常举行其实他的手印也很多，观世音菩萨的手印是很多，但是我们平常我们用的还是用菩萨的手印啊，莲花啊，以莲花手印来象征观世音菩萨。他是最慈悲的象征，最慈悲的菩萨。